我今年44岁了，过了19年哦，你有没有发现我没有变老？嗯，那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好法宝，也可以简称是我的开运物，就是蜜光肌美丽霜。而且这个白金级的蜜光肌美丽霜哦，一瓶抵多瓶，所以呢，要出门之前哦，你只要直接擦了它，可以省掉呢用的精华液、日霜、妆前乳、适底乳或是防晒霜、遮瑕膏、粉底液、蜜粉的这一个时间，一瓶直接抵多瓶。很多人会担心说，它明明刚刚挤出来是白色的，它为什么会变成是肤色的呢？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加了今年的红宝石粉末。红宝石粉末，然后再加了珊瑚的粉末。为什么要加这个呢？就是让你的皮肤可以白里透红。然后再来，请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叫做珍珠，然后这里面有三色珍珠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白色的珍珠、有黄珍珠跟红珍珠，这三个珍珠调和起来的颜色，适合所有人的肤质来做使用。上一层，对它，而且它擦非常薄哦，它擦非常薄，对。因为我刚刚很怕就是很干，因为我前天没有上保养品什么的。你会发现哦，台湾的粉饼哦，你只要一出油，你看哦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一出油皮肤就会氧化，就看起来暗暗。刚刚这边是不是有涂蜜光肌？对，我一样把这个油我把它滴上去给大家看，我一样哦，有油对不对？然后我轻拍，然后我把它推匀哦，你会发现哦，一来它没有变暗。没有变暗，它反而还更亮。然后两只手比较起来，这个皮肤是干的，这个皮肤是有亮泽感的。我现在喷水，像它是高防水的，所以你看它喷了水之后有没有？它会有那个小水珠，对，会有荷叶效应，帮你做到一个高防水。然后我们纸巾呢一压上去之后呢，把它直接拿开来，它是完全不脱妆的。好，非常谢谢我们的教主啊，我们的蜜光肌达人带来这么好一个产品。